老婆都跟人跑了，还有什么看不开的？跟着我以后就是过这样的生活，有什么好后悔啊？我不离婚，那你就等我的律师信。我怎么可以让妹妹继续跟他们在一起？我不知道你脑筋到底在想什么。我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住手！报警了。你就是这么冲动，这么坏脾气。万一我再一次被关进去，孩子怎么办？3月18号起，晚上9点，曙光。